是上个朋友，太家好。我是金门的主持人秀曼，相信太家最近最接谈到的话题，就是太金门的感恩，就是因为一道无良心的官员，无言无迹编出来的。算下来，你看下来看一段影片，做得更加了解太金门的真相。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事件起源于1996年，侯宽仁检察官带着大批警调违法搜索太极门。太极门 ，What's that？ 太极门是古老的气功武术修行门派，非营利公益团体，吸入关系的名门正派。侯宽仁在查不到任何犯罪事实，就以一把弟子在南投艺品店买的桃木剑污指为养小鬼的证物，甚至说是利用怪力乱神来敛财。It's all rubbish. Come on. 节目主持人李四端问侯宽仁：“你凭什么来断定有犯罪嫌疑？”侯宽仁说：“我在他眼神中看到闪过一丝阴影。”用眼神了吧？成为司法史上最荒谬的起诉书。侯宽仁除了羁押起诉掌门人外，也对媒体散布不实消息，毁损名誉，并且冻结掌门人所有财产，达身无分文。侯宽仁更滥用权力，发文全国县市政府，命令解散太极门，并威胁恐吓逼供受羁押的师徒。哇，这实在太敲鬼了吧！侯宽仁起诉内容污指弟子拜师时赠与师父的净师礼是诈欺所得，并且要求法院没收。净师礼 ，What's that？ 净师礼是弟子感恩师父愿意收徒的心意，是尊师重道的表现，其性质如同婚礼 ，or 逢年过节给父母的红包。起诉书既然认定净师礼是诈欺，要没收，就不该课税。但在案件未查明真相前，国税局竟然开出违法的税单，让太极门面临司法与税法的双重迫害。给钱，给钱。历经10年7个月，在2007年，司法终于判决无罪确定，还给太极门清白，也认定弟子的净师礼是赠与性质，属于免税所得，而且无任何盈利贩售的行为，根本没有任何课税问题。遭无辜羁押的师徒均获得国家冤狱赔偿。监察院更调查指出，侯宽仁检察官有8大违法，税捐机关有7大违法。虽然国家证明了太极门是冤案。国税局官员曾公开表示：“法院的不算数了。”啊，国税局这么霸道！将近20年，不论太极门弟子提出上万份的赠与书证，都证明净师礼是赠与。教育部也正式表示，太极门不是补习班。总统府及五院也关注到此冤案，但国税局却不愿意面对真相。看不见，看不见。财政部长张盛和当年任职台北国税局局长时，把赠与的证据隐匿起来，伪造文书，谎报调查结果，欺骗国人。2012年，国税局公告调查结果，再一次证明净师礼是赠与。国税局也终于承认太极门不是补习班，但国税局却还是继续对掌门人课税，就是要给我钱。Oh my god， 这实在太超过了吧！不就白包红包，大家被课税喽。所以不论任何说法，国税局就是要你不出钱。这么没人性的压榨人民，跟强盗有何不同？从太极门案可一窥不法检察官的滥权，国税局的无理霸道，并凌驾一府五院之上。但因此冤案，社会上开始关注赋税人权的人越来越多。缴税是人民依法的义务，但不该缴的税也不该强迫人民缴。据调查，台湾每年都有几百万欠税欠费案件，平均每4户就会有3户。看似平静民主的台湾，背后有多少税灾户暗夜哭泣、无处可伸呢？真相只有一个。详情请上 WPN 世界民报网站 www.worldpeoplenews.com。那几十案件，就会因为抓到的贪图奖金、违法滥权、欺师的检察官。国税局行政执行署的官员连续违法欺诉你、诬赖你、冻结你的资金、查封你的物业，最后呢就破卖你的土地，转让一铺一铺，最后老娘的所有的家产都穷将将。这种行为根本就会老穷土
油麦的茶片呢？苏豆皮阿的白香，有木色叫做毛木色。哎，你是一个讲究人权的民主国家，国家的公民唔就是要保护白香吗？人民上是国家的主人啊，还会有两种企业白相的事情发生？正经本人免唔记呢？接下来金本业，你请到两位分享人，到大家分享。第一位是冯启先生，佢是一位亲子什么天地维修师傅，佢太金门练功都有29年嘞，接下来谈谈几个分享。主持人好，先生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奇，也是一名太金门气功的弟子，练气功呢有29年。师父教我好好计划修改脾气，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加上呢练气功呢心情的调整，了后身体慢慢的得到健康。从此了后呢，心观想啊，做得开心高兴的，没想到85年、12年、19年啊，风云变色，拍摄恐怖啊，又过出现呢。违法的检察官是有可能带点太对人马骑点冲的，都全身是每只脱光啊，到脱处瞧啊，翻箱倒柜哦，看看有乜个犯罪证据无？结果啊，瞧无证据啊，物个都无变多啊。俺爱乱讲啊，太监们是社交弱势群，又将俩冯托子博士的存款簿啊，今年61万啊，乱乱讲。物个早期所得有30日啊。无证无据，又欠国税局的官员事业线啊，做伪证，开出天价的税单。昨日啊，有可能啊，吃错了假案啊，又吃错了假税单。起诉处完全牛头对唔到马嘴，存心不良，胡言乱语，又在今年86年4月。开始命令啊，通知了各人士啊，对了太监们所有的托管啊，来团水团天，也种种的一切啊，是为了要计算太监们。人讲的假的骗不了人啊，真金不怕火。最后呢，今日呢，10年30月，经过3审判决，无错误。无罪无罪，无欠税无违法税件稽征法，送本你啊冯师傅的礼金呢，是正日呢，数日免税啊。刑事判决结果已经是证明，你啊一切都是假的，这有提供你啊案呢，应该会结束的。那一天呢，了人梦的事情还在后背，国税局硬爱望朝徛入座，强强咬定无效的起诉书，硬爱扣太监们的税。在了之前，100年8月3日，100年10月27日，推别国税局留了中期的国税局。都承认太监们唔是补习班，用要做的材料，109年把2020年破卖太监们材料，没有你修脱的身体呢，强强破卖不上啊，是输给官僚啊，是为了奖金吗？你啊是违法的奖金呢，几条人的良心都奈米呢？台湾自认是民主国家，做出了强托的诉讼啊，是挣扎难脱，并惹到官人们欺负人民百姓嘛，就算是为了国库，嘛无人该按人做。
民主国家讲究的很人权。执政者口口声声讲爱转向正义，司法改革，都进入模样模式了。记得蔡总统有讲过，人民有人情啊，讲法爱下太上帝位，啥个谈唔到，做得朴素。不过你上任来已经第六年，太极门的恶呢？唔有了解吗？唔有谈到吗？当然，前总统李登辉上任就结束人民的心声，二二八事件才得到政府出来灰色利益。太极门的恶呢，已经拖了25年了。俩是人权的迫害，宗教的迫害，世界各国都在看。怎样的才能改变呢？希望俩蔡总统俩重视俩太极门的人衰案，希望台湾做得成为真正民主、自由、人权的国家。什么风纪先生给分享一个暗好暗有志的团体，语言也会受到国家的迫害，实在本人亲难接受。上下来会唱在太极门练功有27年，饮料店负责人退休的美玲小姐来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美玲，是太极门的梯子。我还没在太极门练功之前，那是在脾气不好，人家说不表有坏票的人，每个事情做不好，总是马屁杀，不会翻身是假人，还会乱花钱，买一堆无用的东西，以为那堆东西可以满足自己内心的不快乐。不过钱花掉，内心还是不快乐，因为自己人生观想法挺负面，所以造成自己人的过度不快乐。我要感谢我的阿哥托我入太极门练功，入门练功后，我的师父教我修身养心的功夫，猫拉一腿师兄实际向下练功，请快乐马请轻松。我马请教日去太极门练功，师兄实际太极家向下练功，向一家人安亲，感恩师父教我先爱一家人，让有能力爱配上人。如今我全家无人全都太极门练功，家人向下练功，和乐融融。没想到85年、11年、19年，当时政治的原因，宗教所无，太极门受到冯台梅检察官何奎仁认为不实的检举，没经过查证，85年、11年、19年下注吐露检调人员带到冲的来收太极门，并收押太极门的师父、师母、师兄、师姐。何奎仁制作假案讲，太极门是宗教诈欺，31亿人的所得欠税，在来诬赖太极门师徒，可能CNA的羁押期是被堕落，还寻不到证据。后开人再个出模糊绕花污蔑太极门师徒血色鬼的，共收到一支桃木剑，认定是血色鬼的证据，也色彩是天台的手法，以小结之啊。当时的我在到太极门练功3年了，从来没有看到色鬼的。我也得到透过练功开心就健康，面色丰润。我也得师兄师姐开家向下，向新鲜家庭安快乐，安快乐新鲜家庭，让我有色鬼的呢？后可以真是无良心嘛，不惊受到天理的责罚啦。太极门的人衰家安都根本已拖25年了，无改革。而你的政府都经全无作为，不还太极门清拍。走到民国96年、7月13日，高等法院是判太极门无罪、无欠税，还太极门师徒清拍。不过后开人检察官起诉严刑的错误税单，多年来
财政部总体计税局模拟法模拟法撤销，电脑限度明确1809年扮演议事人员计税局还对太监们开出违法的税单，移送法务部行政撤行署，再由行政撤行署新竹分署强强拿50笔太监们状元员冯托斯破事，为的苗栗三期的多管理一天梯破卖违法破卖无偿出七只书柜结油，各税局到七行书的不好管人，为到几号奖金强强民产，违法的管人应当明明也良心，还唔免有亏对国家人民。太监们的体制经过多年坚持为司法税制的改革努力打拼，各位国家做到最好的建立外交，奉容中华，革出文化，成为国家领导者，小英总统希望你莫错内不管，人民衷心盼望总统你做得躺到人民的痛苦的心上，实施来改革，按照受到失败衰灾的百姓，马本太监们的燃衰加温终于得到平反，真正做到你按照人类的期望实现转型正义，然后保障人权。希望大家希望每年的分享，太监们每一个恶质的检察官候选人无缘无故的加温逃到25年，都检还无判罚结果，是上位者的无关心，也是官官相护，请问你是万人的责任呢？真心期望小英总统一定会实实来了解严惩不法的官员，万本太监们奋起违法破卖属于国有的土地，给个太监们的家安，万本有这团的太监们真正的惩罚。今本日咧，全民开讲，多谢，希望大家嘅感想。接下来，你来弹一首歌，世界公民向明天，希望大家。